朝廷要出大事。明朝永乐年间的铁面御史，周瑾，你是前浙江按察使，你总不该袖手旁观吧？面对更诡谲的悬案，真的是太可怕了，大人，这背后有一只无形的黑手。更艰难的险境，咱们的对手在远处看着咱们嘲笑，气势大辱啊！他能一一解开谜团吗？大明暗查使之铁血断案，未来电影台精彩现映。